小表妹，今天我来玩一个小学生跑酷地图。学校的冬季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 Go Go Go！ 这亮闪闪的方块是在考验我的眼力吗？我小表妹的视力好着呢，才不管被你迷惑了。到了到了，一开始还以为被这门窗夹住就出不来了，原来踩着开关可以直接跳过来就行了。作者这难度是看不起小学生吗？下一关，逃离水帘洞，按住潜行，左绕绕，右绕绕，虽然慢了点，但可以稳稳的过来。哇塞，这么多烤南瓜，我表妹不喜欢吃南瓜，看我二大跳，三两下就过来了。冬天来了，方块都被雪盖住了，我可要小心别被滑倒了。前面怎么没路了？说到山前必有路，嘿嘿，我就知道。一是空气方块，下面这么多岩浆，我可要小心点了，不然掉下去渣都没有了。看到这一层层的花，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诗：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哎，现在可不是感慨的时候了，再不跑快点又要拖后腿了。前面的卡木门都很容易，但是这铁门怎么还会自动关呀？还没等我跳它就关了。你就等等我呗，我跳我跳。原来要贴着门跳，按下开关马上跳两次就很容易上来了。还有这么多门呀，我太难了，加快脚步，五倍速通过。黑白钢琴键，我懂我懂，白块这么多，别踩白块就对了。我跳，我跳，我再跳。哎，我怎么掉下去了？我又回来啦，一定是太远了。这回使出吃奶的力气，三级跳 ，1 2 3 4，奖励自己吃个烤鸡。哇塞，瞬间感觉身轻如燕，好像不吃烤鸡也过得来嘛。吃棒棒糖，我最喜欢棒棒糖了。嘿咻，安全落水，还有礼物，就挑个气泡果汁吧。接着来，接着来，踩在硫磺金沙上，咻，扑通。哎，是抢椅子，我抢椅子最厉害了，跳一下点一下，跳一下点一下。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，我跳。好了，我要开始正经了。嘿咻，别跳这，那我就挪一挪，我冲。好险好险，每次都有种快掉下去的感觉。最后一个了，稳住，我能行。我点，终于过来了。这星光包子看上去不难，不过也不能骄傲，不然就会像刚刚表妹那样打脸了。前面还有个龙形梯，应该是快到了，看着前方加速过。作者提醒我记得吃烤鸡。好的好的，这不就是飞流直下，急流勇进，简简单单。尽头还有个传送门，哇塞，地下世界的酷宝，跑跑跑。玻璃桥靠着边边走，跳跳跳就过来了，后面也是五倍速通过。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看到传送门了，这就结束了。哎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原来门藏在后面，走走走，前面就是胜利之屋了。哇，亮闪闪，好漂亮呀，爬上去吃星星喽。我跳我跳，终于看到我的小星星了，我吃。